布丁糕。我小时候得到第一份叫布丁狗娃娃，就开始就爱上布丁狗，而且布丁狗是黄色，很喜欢黄色。自从妈妈买婴幼儿用品的时候，就用布丁狗。表姐送我一个布丁狗的画册，就越看它越就是圆滚滚的，然后又呆呆的，然后就开始找它的东西，因为觉得它的个性跟我很合。对，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这样，然后很乐天派。对，大家都会找到就是我们布丁狗的一些同伴，然后就会一起聚餐，然后认识，就有一些。